不要低估一小群有决心的人所能发挥的力量。Rexmon 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在1978年 ，Rex 抱着要帮助人们得到更好的健康和更大的财富的理想，而造就出今天17亿美元营业额的企业规模。刚开始的 FLP 只是在 Phoenix, Arizona 的一家小办公室里起家，今天 FLP 的分公司遍布全球95个国家。当时的 FLP 只是一个有3样产品的公司，今天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芦荟种植商和芦荟健康美容产品生产制造经销商。 Rex 不怕任何困难阻挠，势必成功的决心意志是 FLP 今天成功的企业基础。 FLP 是世界上成千百万有理想、有奋斗、有决心的创业家所组成的，这种为理想去奋斗开创的风气都来自于 Rex。 Rex 出生于 Idaho 州的 Soda Spring 城市，父亲是一位农人，家中有兄弟姐妹4人。他学生时代在 Arizona 州立大学攻读商业和财经，获有会计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 Dell Web 房地产公司工作，并出任执行副总裁，掌管开发管理的事务。经过朋友的介绍， Rex 接触到了多层传销这个观念，他意识到居然透过传销中拷贝的力量就能够为人们创造这么大的财富。但是他也意识到，只有在传销结构中高层的少数几个人赚到大笔的财富是一种弊病。于是 Rex 想到，只要人们愿意去努力工作，人们应该要有机会能从一个比较公平的系统里平均地分配到财富。最后 Rex 决定，只要选对产品，设计出一套公平优厚的奖金制度，成功将是指日可待。于是 Rex 决定离开 Dell Web 的高薪职位而出来创业，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 Forever Living Products。 Rex 知道要成功一定要把握对的原则，所以他在事业上做出每个决定之前，他一定先问自己，这样做是合乎对的原则吗？财富平均分配让每个努力的人都有机会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就是 FLP 奖金计划的正确原则。 FLP 承诺把奖金计划中的每项规定公告给传销商了解，同时也对每位传销商的业绩保持正确的记录，也承诺每个月的15号一定把奖金支票寄出去，25年来从来没有晚过一天。就算在早先创业期间， Rex 情愿自掏腰包发奖金支票，也不愿意晚过一天寄发支票。有了好的产品、优良的奖金计划，但要把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成为最精湛的企业实体，就必得对整体的企业环节有十足的掌握。在1970年代中期， Rex 发现了芦荟对健康所能提供的益处。他发现芦荟中含有200多种营养成分，不但对皮肤的健康美丽有益处，而且作为营养补充品也非常有益处。他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机会享受到芦荟的益处，于是 Rex 设计出了一套行销系统和奖金计划，把两者结合为一，成为一个融合了健康、美丽、财富于一体的事业机会。在1978年的5月13号 ，FLP 正式开张营业，开始销售芦荟汁、芦荟乳液和芦荟胶乳霜3种产品。在 FLP 所有销售营业额中，芦荟汁的销售量还是占50%以上。在开始营业的第一年里 ，FLP 的营业额高达100万美元。第二年营业额成长了9倍，到了1981年 ，FLP 每天的营业额就已经达到了100万美元。如此可观的业绩，正是 Rex 卓越眼见的最好写照和证明。市场上对 FLP 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得 FLP 内部的行政作业更加紧凑。工作人员们辛勤地加紧亲手用纸笔计算记录每位传销商的业绩和奖金支票。随着市场日益的扩大， Rex 也拿出自己的个人资金来扩大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营业需要。而且 Rex 总是保持着他的承诺，在每月15号按日寄出奖金支票。为了要把 FLP 企业带入另一个高峰， Rex 大刀阔斧地采取了3个措施。第一，
他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在栽种稳定技术和制造 FLP 产品。Rex 购买下了在德州 Mission 城市的芦荟田和稳定芦荟的设备，随后 Rex 又买下了 LOV of America， 也就是美国芦荟公司，并扩建其中的设施。现在美国芦荟公司是 FLP 在 Dallas 主要的生产制造厂，一贯作业化的生产作业，也就是从栽种到产品制造到把产品送达顾客手中， FLP 都要确保所提供的芦荟是最纯净的品质。第二， Rex 为了要确保所发出的奖金支票在款目和相积分数目都正确万无一失，他投资了数百万美元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电脑系统来追踪计算传销商的业绩和奖金数目，将近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套电脑系统测试设计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使得同行业者对这套电脑系统羡慕有加。由此也可看出 Rex 对传销商的负责和承诺。 Rex 的第三个措施是扩展国际市场，随着FLP 在美国市场的日益扩大的同时， FLP 也正在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本筹组开发 FLP 在马来西亚、澳洲和日本的分公司。这些海外市场的开放是 FLP 企业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因为它更加稳固了 FLP 的经济实力，使得 FLP 有更大的雄厚资本继续向亚洲、欧洲和南美洲进军。随着栽种、生产制造、营销各项规模都步上了繁荣的轨道， Rex 更加积极地拓展他的企业资本和实力。 Rex 本着原本就在房地产获得的资本，他开始购买度假胜地。1981年， Rex 成立了 Forever Resort 关系企业，这项多元化的拓展更加坚实了 FLP 的财力和实力。 Forever Resorts 度假中心对 FLP 的独立传销商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福利，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FLP 的事业机会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经济来源。 Forever Resorts 为传销商在辛劳工作之余提供了最轻松快乐的度假享受。在1984年， FLP 的营业额高达将近1亿美元，而 FLP 还在扩增它的产品系列，扩大它的企业规模。Rex 开始买下了在 Phoenix 的 Robson 蜜蜂产品公司，增列了蜜蜂花粉、蜂胶和蜂皇浆等新产品。接下来又陆续推出了营养补充品系列、 Allo Fleur de Jouvence 护肤系列以及 MPD 多功能清洁用剂等等。 FLP 的产品种类扩展得跟 FLP 一样快速，在国际市场上， FLP 已经从一个后起的新秀摇身一变成为在健康美容产品国际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Rex 把一颗平凡无奇的芦荟造就出了一个非凡的 FLP 奇迹。在所有成功事迹的背后，总是要面临并克服一些挑战和困难。在1980年代早期，一场严重的霜害横扫德州，冻伤损坏了 FLP 上好几百英亩的芦荟田。当时 Rex 在圣诞节的早上就赶到了芦荟田现场， Rex 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跟工人们一起清理受霜害的芦荟，挽救还可被挽救的芦荟。这场霜害几乎摧毁了所有的芦荟，有很多芦荟得